Thank you.
Hello， 我现在特别紧张，特别激动，因为我一会儿就要去看我特别特别爱的摇滚乐队张赛的演出了。我等得特别苦啊！我真的，我从他们发售的那一天起，我就买票了，然后一直在等他们这个命不该绝的演出，然后终于来济南了。我太不容易了，从九月份一直到十月份等了好久，然后我今儿还带了他们的碟，等会儿啊，等我拿一下，等我一会儿看完演出，然后去让他们帮我签一下，我一会儿现场见。
像这样，你仔细听，那就给你看看我的宝贝吧。你轻轻的吻，我不敢体会。